天哪，那个魅力丝玛也太可爱了吧！买啦，喜欢就买啊。买啦，买了，可是那个是哪个抽的啊？不知道。出 damage 啊！哇，我刚刚抽了一个，抽到一只很像乌龟的东西，哦，明眉龙龟哦，好像那是就吧。它然了。后还抽了另一个，我觉得蛮丑的。然后换给你看，困困龙龟，出下 damage。面，two。解不到，没有，现在还不行，现在才行。现在才可以解，这时候才可以解。你们要先选完再解。要玩哪只普的哦。花木在被提上啊？好，不知道，随便拿一只。这是谁？贾克斯吗？对，贾克斯那只。Jax。哇，太好了，我还认得出来是谁。可以了。哇，那你那应该为我自己感到骄傲。你最棒，你最棒，小雨第一名。为什么你会一直断麦啊，姐？你说酱油？对啊，酱油是换哪一支？换哪一支？我按麦的啊，我按麦的。哦，我没按键。那我调音。酱油忽略讲到一半，声音都不见。哎，宝宝，你说啥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什么？怎么？你再说一次啦！我说你换哪一支麦？我没有换啊，我还没换。嗯啊，你不是上次说你换了？没有啊。哇，为什么还是？哇，骗你！我、啊、没有。你是说你要换吗？对啊，可是我还没买啊。What the fuck？ 抓到！啊呵。解不到画面呢、啊，要用什么阵型？守护者是，我看一下哦。多四百多防御，圣光，圣光狂斩，贾克斯，不知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调画面嘛，我当然知道没画面呢、啊。修一下米嘞。你要调那个，你 low 的话，我记得四窗不能调全画面。没有，我开四窗。为什么哦呀？各种缺东缺西，我都换不到，闪不到要的。秘术大师守护者，各种对子啊！对耶，我也是对子哎。对啊，我现在场上有六对喽。六对，你差一对就七对子了，全部都听牌，气死！不气不气，全部都给我钱！你要不要？我是钱，哎，我昨天明明就掉很多装备，今天到底在干嘛？圣光师傅，波波会养圣光使者是干嘛？看一下，一只死掉会加攻速。哦，钱在哪？是杰瑞尔，是夸他小，哇，是繁星。你要玩水的？谁啊？我没有圣光浅浅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东西。圣光是会加攻速，然后如果圣光英雄死掉，他会回复圣光的血量，还是回复队友血量？我也忘了，没有啊，队友不是加攻速吗？加攻速，然后你死掉，他会回复队友的血量。好四不像哎、欸，买什么都不对。你又回来了，茂凯。
太多使者了吧？真的，各个属性的使者都有。欸、等一下，那个树枝都不见了，是不是、啊？我怎么没看到打那个艾尔文的啊？啊！怎么帮我的西北尔？他是谁帮你？血鬼是海洋使者，因为他是海洋的造型，厉害吧？哇塞！真是合理，我竟无从反驳。他就是各种是靠造型去决定他的属性的、啊。哇、啊！哦，回血加光速哦。真是看不懂现在在干嘛。下去。哦，刚刚在玩的时候跑去抽了一张卡，然后就中 SSR 了，跟着小雨发大财耶，发大财！狂赚多少？薯条。先把狗放土格正解。Hi、土格是啥？哦，土格就是你地板会有个格子，你有看到一个、hey、那个格子会有很、oh、会有四种属性，然后土格可以增加生命。哦，因为这个场地是土，所以这一场的那个格子会加生命。你可以给坦克或是你想要保久一点的角色在上面。哦，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啊！对啊，这、就是新加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我怎么没看到艾尔文啊？现在也变太复杂了吧？对啊，场上没有半个人有艾尔文呢、欸。没人抓吧？我一直有跳艾尔文出来。看，还我！艾尔文是哪一个？汤匙，那个啊，长腿叔叔。我也要汤匙，我知道汤匙，我知道。两个汤匙可以多放一只角色，应该还是吗？对，你好棒哦！哦耶，我的记忆力还在，太棒了！泥鳅棒。敲棒，明天要上课，拜拜，陆小，拜拜，晚安。可以抓那个啊？我操！你是抓错了吗？不是，月月猪跟他抢。月月猪，哦，明明就不知道选那个，在那边给我抢的、欸。气呼呼，当然气啊！哎、欸，有艾文呢？为什么没有？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暂时先不甩，存个钱。嗯，这个是，哎、欸，不是这个。嗯，哎、欸，条换条，很好笑啊。这个可以。哦，很好笑啊。对，我突然想到我在开台，然后我身上的台的声音没关掉。那怎么？等一下大家问他怎么会台的意思？怎么会有其他声音？问号。对啊，我一直想说为什么？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不止这边四个人讲话的声音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怎么那么多人啊？对啊，我想说我在打这个，为什么一直在听平安京的话题？抱歉。看你们没有人要提醒我，你们是很夸张、欸，笑还笑，就是你们这些打 WWW 的人，就是你们抓到抓到，你们是不是都台就是声音关着，根本就没在听，都在挂台，挂台而已，可恶这样。有啊，你们有说吗？哦，有哎、欸，看聊天室。哦，那就是我在很混乱，在看这个没有看到。道歉哦，拍谁啦？对不起。月月猪跟第二名开打。蜜蜂酱。没事啊，我的队伍都不知道在干嘛，不用担心。没事，我的队伍也都不知道在干嘛。哦、所以你是弱的打弱的哦，怎么带伤我？我也很弱哎、欸。我们现在两个菜鸡互打，没关系，楼下三个都是菜鸡。太棒了！我抢汤匙。哦，这个好强哦，痛痛痛！谁很强？那个噔噔噔噔噔能儿，噔能儿啊！布朗姐。
我连我现在可以上几只角色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看。你看地上有个几杠几啊？哦，五杠五，等级几就是五只。嗯。都没有。你不用教我玩啦，我关台了哦。关台，关台，关台。关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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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台。玩不下去了，关了关了，真是玩不下去了，太黑了太黑了。从刚刚爬塔就是被讲，讲到现在是有点不爽。装备装备，哇，野怪给我汤匙，哇塞，你就又是跟昨天一样了哦。你要三，你要要一个汤匙，然后一定要下去，你很过分哦，不要这样，拜托。来呢，汤匙小达人，急！汤匙欧拉夫是 K 小哦，你有欧拉夫哦？对啊，欧拉夫是真的会 K 小啊，他超强的，他是 K 小哎，欧拉夫很强呢。他在干嘛的？哇，然后开始狂挥猛挥，欧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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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经病。玩不起火的，只好把你卖掉。阿北七，哦，法师哎，嗨，你好。哦，拜托，打个。哎呦！原来我打到繁星。没事，我现在有点不爽。哦，折剑好强哦。等等儿。妈哎！怎么变狂战士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拿着拿着就变狂战士，哇塞！拿着拿着就变狂战士。对啊。拿着拿着已经包进去。哎呀，我你现在才出来哦。傻眼呢，现在出来了文。花小。哎，吉瑞。我认输，我认输。哇，你那么多次啊。你认输，那如果我输了怎么办？应该是不会吧？你看我的角色，脆弱的不行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如果你输了怎么办？如果我想反，如果我输了怎么办？哎，剑士不是只有四只吗？他怎么会有六只？四维剑士啊。你可以把那个哎，跨沙小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有汤匙，我绝对不跟你抢，可以。拜托，也是我先拿了，你会跟我抢哦？你要怎么跟我抢？你教我。说不定在，我就一路输下去了。不可能。蒙多。哦，蒙多也是狂战士。刷新。嗯。嗯。狗狗拜。嗨，哦，你怎么选这个？爸爸不，没办法，我四不像啊。哦，你怎么咬我的西维尔？他好咬啊、哦！我最喜欢嫩嫩的姑娘了。嫩嫩的。我竟然记得账号名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我上次载回来之后，我一直没有删掉，所以他有帮我记住。OK。所以后不要乱删啊！不是啊，之前真的是两三年没有玩了，就是当然就删掉了。哦，汤匙哎！各位，汤匙就是我的了。耶、yeah ！你有几根汤匙啊？两根了是不是？第二根，第二根。耶、yeah ！我拿汤匙回家了。耶、yeah ！可以吃饭了。说加我好友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我大概半年才会上一次线，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。嗯，
我原本想说难得有那个反曲弓可以拿，没了，下一秒就被截了。我的账号还是精灵帮我找回来的，根本就。